旅游，怎么不买超品呢？他们搞不了鬼，破产了，这买啥？土豆泥。哇，土豆泥啊，给我来一份呢。来一份是吧？满满一大勺，再来一大勺。上来还给我加两勺啊？还加两勺？我们加一碗这正好的。辣椒要不？要。多点少点？看你心情不？心情啊，这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肉吃吧。你也凭你心情加喽。尝到了啊！这是就一下就不好了。你吃得起肉不？这个年代了。小看哥，用招商银行信用卡，吃喝玩乐都可以抽优惠券的。加餐后是不加礼包？加餐了啊！哇，这个汤看起来心情挺好的。这个汤还行啊。秘密佐料啊，葱花香菜都是吧？香菜来一点，葱花不要。葱花不要。葱花不要。早啥呢？找勺子。哎，今天可小事，今天双两个勺送给你的哦。谢谢老板，太客气了。拜拜。